然而，第一轮试炮刚刚结束，一个危急状况出现了。在那边好像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。连长，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正要卡弹，你们别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咋回事？事实上，试炮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火炮性能是否良好。原来，刀炮上有两个炮管，实弹射击时，两个炮管是同时进行射击的。然而，第一轮试炮时，二班班长突然发现只有一个炮管顺利把炮弹打了出去，另一个炮管竟然没打出炮弹。